嗨，大家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大家，怎么不能回家？你每天下班都不回家呢？北京在下雨，哼，今天下雨。今天我在家里待了一天，今天我的好姐妹来家里找我，是来我新家的第一位朋友。我看了上海那个，我看微博上说上海迪士尼那个树都吹倒。很荣幸吧？然后今天化妆，你看我眼头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个是。这儿突然长出了一个，办公室窗户被吹裂了！天哪！我们家一般也不来人。上一个来我们家，我的朋友是瓜，好几年前了吧。娃之前来我家的朋友就是初中时候的事儿，从来不让别人来我们家，来家也没啥事儿可以干。晚上好。今天早上我吃了蒜香面包，还有鸡蛋羹。中午跟张亚梦吃的，我们在家点的外卖，吃了牛蛙。晚上吃了鳗鱼。今天没出去，今天下雨。他来我家，然后他点了饭，我点了奶茶，然后他回去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了辆车回去了。总不能让他来我家都让他花车费吧？回去我打回去了。大家明天都有什么安排？大家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？大家那边天气怎么样？明天去朋友家吃牛蛙。昨天晚上也去别人家里吃饭了，然后他们有两个小狗，可好玩了。一个小黑狗，一个小黄狗。明天去迪士尼，明天去迪士尼，把那今天那棵树扶起来。今天晚上吃烤鱼，武汉虾，哇塞！我今天刷了那个微博，武汉那个简直了，武汉的图就是狂风暴雨啊！
潇湘阁，我还没吃过呢。对，你去迪士尼植树吧，今天那个吹倒的树扶起。对呀、啊，就武汉就是阴森森的，好像还闪电什么的。今天穿帽菜，帽菜好。3点钟天就黑了，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种阴森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很特别。你有时候上课上着上着天黑了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然后同学们就非常喜欢，就哦。对，有的时候会像世界末日那样，下午3点左右。2-3点天就巨暗就黑了，然后小朋友们都喜欢。我小时候也会觉得这样天气很特别。但我不喜欢下雨，我有同学喜欢下雨，他就很喜欢下雨，我不喜欢下雨。对，兴奋。打雷，对对对，打雷吓人。有次刮台风，第二天放假，你们在寝室里讲鬼故事。我发现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阶段，就是很喜欢讲鬼故事。夏天下大雨，看在哪儿，潮是太潮了，偶尔下一下就行了。为什么讲鬼故事也叫？我小时候对这种特别感兴趣，就是对这种很感兴趣，我喜欢那种。你太脆弱了，我胆大吗？我胆一般吧。宿舍半夜电台的鬼故事，对，有电台就是会放这些恐怖片。我已经很久没看，但是我以前是能看的。哎呀，我的眼睛不知道怎么了。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上映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一个娃娃。哎，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导演温子仁是吗？梅根，对，本来想去看来着，但是没去。但是我只看那个预告。那是恐怖片吗？那难道不是吗？那不是恐怖片吗？对，泰坦尼克号也重映了，但是之前重映过一次，我小时候在电影院看的，但是我忘了上次什么时候重映。还有那个柯南，贝克林王，那个贝克林的王街，贝克林王街，本来想看的，本来想今天去看，没看。因为我看了柯南那个排片，他下午都没有。贝克街的亡灵，我刚才说什么贝克林亡街，我本来想去看的，但是柯南他只有晚上6点才开始排，就是我看那个电影院的排期。梅根就是给家妈妈给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，就是那种像机器人，就是那种娃娃，然后那个娃娃就有自己的思想了，是吧？就是那种你爱看柯南，我没有什么柯爱或者新男，我没有什么感觉。因为我喜欢那个赤井秀一，我觉得他帅。
柯南或者青衣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对呀、啊，贝克街我之前也看过，之前在网上看。哦，最近拍片都是那个铃芽之旅，是叫这个吗？铃芽之旅。但是我都没看这些，你的名字什么的我都没看过。铃芽之旅就是日本的一个动画片，好像很漂亮。我本来还想看泰坦尼克号的，但是我一看时间确实太长了，我可能不行。而且之前也看过，讲一个女高中生和男大学生冒险恋爱，铃芽之旅。那怎么样？最后他们两个是怎么样了？在一起了吗？哦，狗狗的片子，忠犬八公吗？女高和男大，哇，你想去看啦？对，泰坦尼克号3个多小时。结局就是恋爱，美好的结局。我也没看，我就看了沙赞。有没有排片？想去看女高中生和男大学生谈恋爱的故事了，是吧，朋友？我给你们看我的新相机，跟我逝去的相机一模一样。我今天第一次用，哎呦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惜它。但是我拿到它的，我就觉得它非常陌生。虽然它长得跟我的那个相机长得一样吧，但是我拿到它就是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上面的毛毛不是，上面那个毛毛是，那个是叫什么？上面那毛毛是叫什么？专业术语是叫什么？录音用的，对。挡风罩，就是那个外面有风的时候，你那个麦克风就是它来挡风。对，麦克风的防风罩。电视没看电视。我看电视在客厅看电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可困了，嗯，
每天起床，每天起床都很困。对，明天是假期，是假日。噔噔噔噔噔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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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呀！对，冬天就想睡觉。今天我一定早睡。复活节假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前段时间我同学给我分享一个视频，就是一个女生买了很多小卡，然后让她妈妈帮她抽卡，抽出来都是完全不带重样的，然后全部人都抽出来了。然后我就说下次抽卡我让我妈给我抽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你知道自己抽就是手臭。然后我就是让我妈昨天让我妈帮我抽卡，抽出来就是反正是没抽出来我想要的，对，没抽出来我想要的，但是抽出来的也都还不错。我妈问你想抽到谁，我说谁谁，我妈抽出来两拿着那两张卡，但是我一看，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因为我就是每次抽卡就必抽到最不想要的那一个，就是不是很想要的那一个。寡姐手气不好呀，就是甚至我俩半斤八两吧，对，谁也别说谁那种，就谁也别说谁啊。你嘲笑我，等着，等他抽的时候，他就也就不行，都不行，我俩不行，我俩就是已经不行了，所以，然后让我妈给我抽，哎，哎。抽到对家不可能。哎呀，没有这么一说。喝饮料都没中过。小时候我喝饮料中过好多再来一瓶，我那个时候再来一瓶的几率老大了，好多都是再来一瓶。小时候光喝冰红茶，而且我跟李玉倩也是，我那期 vlog 还没剪出来，就是我买了两张专辑，我就说让他帮我拆一张，我自己拆一张，他拆出来是不错的，我自己拆出来，我每次都能拆出来那个成员，我就知道我就不应该买两张然后我自己拆，以后我买的东西我都不自己拆，我都让别人给我拆，我就知道，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种已经接受了的那种，买两张必有一张，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。我以后再也不自己拆了，我以后每次都让别人帮我拆。
连开三瓶再来一瓶。对，有一段时间几率可大了，攒到握手会拆。哎呦，一张卡不一定，价钱不等，几十块钱。哎，我都好久没握过手。连开三瓶就得拿三，什么意思？嗯，拆到同一个人，那是没洗卡，或者就是你跟他有缘。会把瓶盖收走，为什么？你换完了之后可不就收走了吗？五一险就会公演看呗，我已经打算把五一买的 live 票出掉了。接到了一个助演邀请，但是他的公演日期还没定，所以，但是他暂定的日期就是我已经去不了那两场 live 了，我就打算把我买的票出掉。等那周公演排期出来我再出掉。我最佳拍档还没定呢，因为之前他那个成员他打歌找过我一次，我拒绝他了，因为我去长白山了。嗯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他不爱，最佳拍档什么时候再到我？等他确定了之后，我再告诉大家吧。还有好久呢，五一时候呢。现在才4月4号。哟，想看演出不知道看什么好，你来北京，我把票出给你。我们就是出票人和收票人的关系，好吗？啊，嗯，嗯，好吗？不着急出，我确实没着急出，我是想等五一公演排出来了，我再看。28、29号的票，28、29晚上的票，大家。有人要收吗？临期票更贵，因为28号票全部卖光了，因为28号的嘉宾比较好，28号嘉宾很多，比29号多，29号就只有一个嘉宾。28号
升职不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原价买的，当然原价出了。我当然我不是这种人，好吗？我卖高价，不可能。一场 live 也就是那就是原价。我买这个票，我本来以为不用抢的，结果还好我没犹豫。我想的是应该不用抢，应该随看随买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的。可能就是因为疫情了，不是，就是之前随看随买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去不了。然后现在大家都能去，然后整个一个还好我没犹豫，我就说我先把两天的票全都买下来，我能去哪天去哪天，去不了我就去不了，对吧？那咱就是去不了，那就是去不了了。就不能犹豫，这种事情怎么能犹豫了？你犹豫了，你就去，是代表你真的去不了。我之前也是二月底的时候买了一张票，是去年的演出，然后延期到今年二月底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B50期间我就回家了，然后我就在群里说我出那张票，哇塞！就下一，我刚说完，下一秒就是有两三个人来加我好友，我就加了最早加我的那个人，我出给他了。第一个当然要卖给，就是要出给第一个来问的人了。对，热门演出就是显那个显示票已经卖完了的，就是能出出去。因为我买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有人想要售票。我当时还每次自己说，我有票，我两天的票都有。现在呢，啊，嗯，什么的准备看两天，当然了，如果我两天都能去，我当然就看两天了。如果我只能去一天，我就去一天出一天的票。如果两天都去不了，我就把两张票都出去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能看一场就看一场，能看两场看两场，看不了就看不了，对吧？有三个方案呢。嗯，对呀，随机性会有善报的。现在不就是大家不是上了班之后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提前安排一段行程，就是你也不知道那段时间会发生什么，就心惊胆战，就是很多都不能提前定，但是越提前定越好呀，但是又提前定不了，对吧？我的朋友就是这样，交上去人就跑了。我今天还看见抖音上就是评论说，怎么教你怎么无声无息的下班儿？
就是把杯拿着杯子去茶水间，把杯子放在茶水间，然后人就走了。还有接一杯水，水放在自己工位上，还冒着热气儿呢，人走了。不带包，带就穿一个兜巨大的外套，手机什么都放里头，人走了。现在订午夜酒店便宜，确实就是这样的，酒店越早订越便宜，但是你又不确定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就是你一旦订了之后，你就订了。什么也阻止不了我，就带包的不太友好。那你包里装什么？你上班你每天去的话，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单位，每天上班要带个手机，下班你就走了，溜。五一店、啊，我去香港之前前一周订的酒店。然后他那个酒店价格也飘忽不定，有的时候就上千，有的时候就几百，有的酒店订了不能退，有的是不能退的。所以我那时候提前一个星期才订，因为他不能退，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星期买的。我跟吕倩订的那个酒店是一晚上810，两个人摊下来2000多，然后那个优惠券减了100多块，反正一个人摊下来是2000。香港酒店都贵呀、啊，就是你想稍微大一点，就是因为香港的酒店它房间很小呀。便宜的很小，才10几平吧，算上厕所，对吧？你别看他那个平米数写的是16啊17，他是带厕所的呀。你把厕所刨出去，其实我当时就是担心我们两个带的箱子打不开，然后你说再买点东西，你再包啊什么的往那一放。就没地儿了，我不是都是把那个东西都移到，本来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什么，我全移到一边去了，我俩箱子都才能打开。对呀、啊，我住在尖沙咀，离海港城挺近的。我住的是多少平来着？我忘了，但是还可以吧。这是我，而且我就选了一个，就是离地铁站没那么远，然后离码头也没不算远吧，然后。也不用爬什么坡，因为不有好多坡嘛。然后，对呀、啊，然后环境也还行的，然后价格也没那么离谱，至少没上千吧。汉庭，你在哪住的汉庭？有之前搜了几个好多酒店我都看烂了，那软件里我都看烂了。然后李玉倩找了一个，虽然还可以吧，但是我一看那个环境那个照片，酒店大门前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坡，我说我的天呐。然后离地铁站也有点距离，地图上看着虽然不远，但是你脚走在那儿，你真到了那儿，那确实就是远。
茶酒店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嘛，酒店那个不是有附近的环境嘛，然后不是别人很多客人也会发那个照片儿，点进去看看。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就是去没去过的地方选酒店最头疼了，就不知道该住在哪。但是你去过了再去，就觉得就还就知道该住在哪。对，去过一次就好。一会儿下播，我准备去吃一个可爱多。Yeah， 给你们看我放纸的。对，跟开盲盒似的，现在就是能查。这是大的，我忘了这是我在哪买的，反正就是，是不是我也忘了？放纸，我不，这是小鸭子，这是什么动画片里？迪士尼。迪士尼的某个鸭子，没有，这，嗯，好玩。小矮人有七个小矮人，在开会，在密谋，说白雪公主在直播呢。白雪公主直播说了什么呀？好好奇呀。他们就在说这个。我今天本来想剪我在香港的 vlog， 剩下的，真的安了，一会儿再剪剪吧。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本来想，但今天不是有客人来家里吗？就是没怎么剪啊。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还本来想拍，我想拍新家的 room tour， 我没找到时候拍。明天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托儿的。割了太多视频了，今天还跟好姐妹录了一个视频。导到剪映里面剪50分钟，我俩嘚吧了50分钟。准备给它压缩到15分钟左右以内吧。赶不上录视频，说录视频好录啊，你随手拿起来就录了，你剪视频不好剪呢，你就得搁那坐着剪几个小时的。
剪视频快的话我不知道，取舍不难，不难，怎么会难呢？不难。对，剪视频就是新时代的裁缝活儿。我的电池。电池充满了。播到八点怎么样？我要去卸妆，我眼头太痒了，你看红了吧唧的。对呀，我在家里。八点去吃饭，吃什么呀？吃什么好吃的呀？吃什么呀？对，今天是为了迎接我的朋友化的妆。八点下课。哦。眼线没有难度，瞎画。拉出来就可以了，我不会，我没有技术，我不会。吃火锅，火锅好呀。我已经把我中心冰箱上所有冰箱贴和这种照片都拿回来了。我中心冰箱上没东西了，我中心冰箱空了，我把这些全拿回来。而且我还收集了很好多那种可以买新的冰箱贴，我还收集了好多就是那种吊牌儿，我想做，就是有人拿相框做那种就是有吊牌的合集嘛，我就收集这种吊牌儿，这种我也想做一个那样子，但是得收集到猴年去呀、啊，看。收集这样就是 logo 比较大的，就比较明显的那种，就这种。我不在中心呀，我中心房间能有这么温馨？因为我之前不是做那个 CD 相框嘛，我买错了一个相框，然后那个相框现在就被冷落在一旁了，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要用起它，我准备就收集一些。猴年，猛兔，哇塞，在。马上又到猴年了，我的天哪！买一些新东西，哎呦，哈哈，哦，我的天哪！买什么新东西呢？这种卡套也可以。我当时买抽卡，就是卡放在这里头，把我卡拿出来，它这个也算是吊牌吧，就是。这个也可以放到里头去，我要收起来。没错，真是太聪明了。还可以什么？拍立得也可以放进去。再也不买了，买买买。
买买买，收集景区门票。哦，对对，我也带回来两张门票。我以前喜欢收集电影票，然后写上跟谁看的，哪天看的啊，把电影票贴在那个本上，然后电影票上的字就退掉了。电影票就是一张白纸了，许多年过去就是这样。收集车票，我以前也收集车票，但是来来回回，现在也不用车票了。对，对呀，就是没有了。演唱会门票我就会收着，每一个我都会收着。我以前飞机票也会留一下，现在飞机票我也不留了，爱谁谁吧。公演门票，收集。有意义的票都现到就现场拍照，都已经拍上。对，现在好多都没有门票。我这次我跟吕倩去那个香港迪士尼，我们俩在网上买的票嘛，就扫码进去的，没给那个实体票。我当时还期待一下我会拿到谁的门票呢，结果没给我俩门票，我俩扫码进去了。哎呀，实体票就现在看 live 不也是吗，直接扫码进去了，不用，我没有票进去。哦，对对，电子票夹。上礼拜看音乐剧拿到一张实体门票，哇哦！对呀，都不给门票，直接扫码就进去了。但是他会有那种记录啊，就是你看了哪是什么哪场演出，他都会有记录的。但是确实没有门票有纪念意义了。但是虽然我忘了我之前的那些门票去哪里。门票我这还有，这个门票上都已经褪色了，开始褪色了。19年的，不行，坚决不能褪色。上次去门票故宫，我去香港那个故宫去的时候，他那也有电子票。说如果想换票换实体票的话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和吕倩就去换了实体票，因为我们两个想要那个实体票。对，19年的退色了。纸质票会知道的，不行，必须要有纸质票。再播3分钟。好几次忘了换实体票，可换可不换。特意去收票根，就是每一场，就是你就算你不去看，你也会收吗？那你收到猴年去。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周末出来玩儿，现在不就是看花吗？看花儿啊，公园、玉渊潭、樱花节，对呀、啊。
特地买的明信片门票，忘了。拿着票跟人家签名，嗯。票弄丢了，你自己去看了，你票怎么能弄丢了呢？这几天下雨，去看海棠，可以去看梨花，还有什么花？郁金香什么时候开？五月份吧得。奥森，人肯定很多。那个，我之前小红书刷到智化寺，北京的智化寺。里头有梨花，但是好像周末人很多，要去的话得赶早，早上9点一开门去。还有后海那块儿能有花吗？好像也有，我不记得了，要不我明天去看看。我都明天去看看。你种的郁金香已经谢了一个月了，是这样的吗？你说你已经香到这样了，谢灵月。嗯，对呀，明天放假，去北海看什么？看什么花？有什么花？有什么花？人间富贵花。到点了，就八点。嗯，谢了，谢了。北海有我笑颜如花。我要走，我眼头痒痒，你们看我眼头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这儿好像痒，这儿红红的，我痒痒死了，我要卸妆洗脸。花儿真的会谢。嗯嗯，我要离去，我要下播吃哈密瓜 melon。那是我眼影，我确实有眼影是这样的，那在这儿是这样的，还有可爱多。哎，我之前收藏了一个北京吃炸鸡的店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吃。这是河阳青青吗？我在准备下播了，我要去卸妆了，我要下播卸妆吃可爱多。可爱多不能跟哈密瓜一起吃吗？炸鸡，我搜到一家炸鸡叫汉江里，我感觉应该挺好吃的，但我没吃过。等我如果这几天我去吃了的话，我就是告诉大家好不好吃。如果我没吃呢，那你们就先去吃一下，告诉我好不好吃好吗？叫做汉江里，汉江呢就是。汉江的汉江，里呢就是里面的里，朝阳那个我不知道在哪儿，在朝阳区 ，maybe 三里屯不在三里屯吧？上海我不知道，上海没有吧？上海有很多好吃的，上海三德那家就很好吃，三德你们吃过吗？就很好吃的。然后那里面放的音乐打歌都是直播，都是直播。武汉也有汉江里吗？不好吃可别怪我，因为我也没吃过，我只是看着他觉得好吃，我也没吃过。好的，我准备要下播了。
对，就是那个汉江，那个餐厅的名字叫汉江里。再见。